Hello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这些美镯呢，是今天晚上我们砍下来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条25,500的钱，圆条的，这个是55的圈口。天呐，这个太漂亮了，25,000！现在白底青哪有什么20,000多的呀？这个很漏的一条啊，55.1、12.1、12.5，看一下这抹绿色非常漂亮，一抹金丝翠，底子干净，牛奶底。飘绿花，百里青，这个圆条呢是一个小胖圆，55圈口，25,000的价格，喜欢的姐姐25,000带回家。这条特色镯，这个贵妃的一个大贵妃，57的贵妃，然后呢是一个55的正圈可以佩戴。这条57，短镜看一下哈，短镜是51.7、13.5、8.1，这个是特色的。它是一个三彩的，有黄有绿有紫底，一个三彩的贵妃福禄寿哈，三彩称之为福禄寿，色太阳了，色太浓太阳了，冰黄翡，紫底，冰紫底，这条57的贵妃喜欢的姐姐收走它，57，这个冰紫罗兰宽板轮胎这一条。这一边呢是一个腰子哈，腰印子，宽板大轮胎，158,000的价格，56.7、16.2、9.0，后装大气啊，大宽板，看看，158,000的价格，这条小冰琴，带一点点的小飘花，这条54.4，12.8，8.6，这个也是超级推荐的一条。超级推荐款，冰晴底，中老水头足，49,800，微透手49,800，看这条13,800，这条是有一点点的冰蓝底带翠丝，然后一点兰花，57.6的圈口，15.8，8.2。天呐，这条也是今天晚上强烈推荐的一条呀，强烈推荐款。看看，底子细腻，冰感，13,800，我们有跟9万多的对比过啊，它就是那么的棒，就是那么的美，13,800的价格，这个冰黄翡的，这个冰黄翡的圆条。冰黄财带财的哈，招财带财的一个颜色，55.3的圆条，10.0，10.1，六万五，姐姐们这边有一小抹露白，天然 A 货露一抹白是正常的啊，属于天然的。冰黄翡机油黄蜜糖黄，这边是机油黄，那面是蜜糖黄，它两种不同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是蜜糖的感觉。这条65,000的价格，这条也是非常推荐啊！这六条都是今天晚上我特别推荐的几条货，我是希望姐姐们对圈口对眼缘的话不要错过它。如果看中有喜欢的姐姐们，记得加我们的微信 SSFC171262，微信跟 LINE 是同号的，记得加我们的微信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姐姐。好的呢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啦。